一进来就看到一个鱼头哥。这款游戏呢，其实在 PS 上面就有啦。这 BGM 会很大声吗？我要调整一下。苏醒时刻开始嘛，从第一个章节开始玩。好的。港湾镇曾经是一个热闹的旅游城镇，现如今却只能从街边各类吸引游客的陈旧摆设中找到当年繁华的痕迹。一位不速之客匆忙的脚步声，啪啪啪啪啪啪，来不及看，起身。我的头 ，My head，What a headache，What the headache？ 哎呦，门关起来。What the hell is that？What the hell is that? It smells horrible. He's sick. That's right. The letter I received. 通常就是我是谁，我在哪里。It's Shirley. 然后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Shirley 有危险了，我要去救她。I have to find her now. Shirley 又是谁？都没有讲。好像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有脚啊。完了，这种解谜游戏，我觉得应该可以卡个8000年左右吧。当准星变红色时，左下角可以调查发现什么物体跟讯息，像是这个吗？6:45，奇怪，背面有个螺丝固定，说不定藏着什么东西。好的，打开抽屉，有一股晒味。打开抽屉一样是有一股晒味。各种是吧？这个嘞，这张图想表达什么？看起来只是雨中林立的雨伞，话实在太老旧了。开门。Great, here's a door. I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可以出去了。Damn, 锁住了。My head. These headaches. Something fell.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A poster. Poster. Where the hell am I? I've got to get out of here. 你吃了我的天蚕虫，所以说你现在是头会很痛。Yeah, baby. 是什么 ？Ninuter. 不是 Ute 而已啊。螺丝刀的刀头部分，如果找到的把手就可以用起来更顺畅了。好，我们获得一个奇怪道具。老头，如果现实中看到鱼头人的话，会有什么反应？我会觉得很好笑。可是他如果手上拿武器的话，我就觉得不好笑了。打不开，所以说我们就密室解谜，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就是啦。NUR。海报上画满各种涂鸦，不知道这些字母和图案有什么意义。被锁死死，这个应该是线索吧？写着分钟的纸条代表什么？我还可以看一下背面这样子那这个呢？分钟。似乎没什么作用，这跟路上遇到码头人是一样意思，没有错。砂锅大的鱼头，叫你们以后会不会在那个火锅店不敢吃鱼了？那个鱼头点鱼头锅了。每当我点起鱼头锅，我都会想到老头玩这款游戏，我再也不敢吃了。太好了，叫你们以后你们所有的鱼头都是我的。是有电视机没东西，那后面呢？雨伞哥，拿到了雨伞。我要雨伞做什么东西？哇，这个栏杆这么多的锁是要干嘛？要锁谁啊？锁谁啊？像监狱一样。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房间总共有两扇门，这扇门打不开，这扇门又铁门拉下来把你锁死了，我们都去不了。懂了。好，他还算仁慈啊，放了四卷卫生纸给我，给了我几本，哎、欸，这不是书啊，放了四卷卫生纸，知道我有时候要大便了吧？还有电视机，知道我有时候会无聊，太好了。哦，然后这是谁的衣服？你确定不是你自己的吗？你看自己有没有小鸡鸡跑出来？应该是没有吧。老头，你怕吗？其实我觉得还好的。会不会一个小时候还在房间？有可能吧。好了，要来了 ，Just scary 哦。哦，还好。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啊 ？What's that noise？ 滴什么 ？An alarm clock？ 定时炸弹。How do I turn this stupid thing off？ 等下会不会那个夺魂锯的玩偶跑出来 ？I want to play again。I want to play again。我觉得这个应该先是它上面有讲说螺丝固定了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要用。啊！十字起子把它拔下来，就这么的简单。嗯，可以看了、哦。湾港镇再现危机，既资助产业旅游，啊，收入呢连续三年下滑，嗯，开始大量流失人口。曾经的辉煌，最终啊，港湾旅店是否能重生呢？啊，港湾日报不知道几年的，一名游客在港湾市区的联系，已经是近一年来第13起失踪案。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位失踪人口的其中一个，我这么认为。好，然后这就是这个旅馆，都没有人要来住我的旅馆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就把旅客强制拉过来住我的旅馆，永远不得再出入啊！这是有病的老板，有没有？卡住了，很明显的被卡住了，是不是这样？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哦，有东西跑出来了。等一下，里面有东西啊！摇晃，有点钱呢。哦，原来雨伞的功用是这样哦，也太廉价了吧？不是拿来撑伞的吗？好，拿到一枚硬币，也不知道能干嘛。有光泽的硬币。不知道哪一国的、啊，那雨伞就没用了，放在那里了。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哦，还蛮可怜的。这张照片满是，哎、欸，你们现在是不是看不到我的那个，看不到那个对话框，对不对？我要不要稍微调一下我们这个视窗之类的、啊？真麻烦。嗯，等我一下、哦。就这样子了，不管了。好、啊，这样感觉蛮奇怪的。这样子你们就看得到字了嘛，是不是？随时做好心理准备，老头随时报应，应该是不至于吧？螺丝起子跟十字起子是一样意思啊。好，要睡了，晚安。如果方舟做晋级巨人模组会玩吗？会啊，当然会啊。明天要考试，压力很大哦。嘿嘿嘿，嫩。这一点就想吓我，我没在怕的。好，这里面有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有人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有人知道这英文是怎么念吗？喝一下咖啡。安安你好 ，HUIAI。房东会不会是张淑金哦？嘎，那更恐怖了。那我觉得我应该就此把游戏关了，因为我绝对逃不出去的。请他们摸着良心。好，收集14个纸条。好的。方舟什么时候要出新系列啊？不知道哎、欸。啊，就没有东西了，要怎么出新系列？我还可以弹奏哎、欸。完蛋了。不要跟我讲说里面掺杂在一些音乐的元素哦。
14张纸条的音乐，所以说我要收集到14张纸条，才可以弹奏美丽的旋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手边有什么东西好了，要怎么看啊？有硬币一个，然后写的时间的纸条，跟一个我会，这怎么用？有，用它快点，戳它！一定要做手把才可以转吗？就不能将就一下吗？不麻烦，笑一笑，不能用啊。手把之类的，但不能跳嘞。完了，卡关啦，没有作用。还是说把那手把扭断，拿来当那个提把，有没有？大力扭，把它扭下来。我要拿来当成我的螺丝起子的锁把。老头，以后我不会玩全民枪战了。为什么？都被欺负吗？欺负回去啊！拉招谁是老大？欸，为什么跑出来了？左键道具组合使用，滑鼠左键选取一件道具，按新键并用。哦，笑一笑。水哦，棒棒的。选取好了，要怎么用？要怎么用？要怎么用啊？组合哦，按右键把它抓起来啊！哇，生锈的钥匙，我成功了吗？我成功了吗？钥匙在我身上嘛，对不对？我应该是可以开这边的钥匙了。对吧，这边的门啊，开门啊！为什么？不是这个啊？这是恐怖游戏吗？算是吧。嗨，你好，好久没看直播了，你好。对啊。我已经有钥匙了，我怎么打开？快点放我出去！有对他的广播有没有？大会报告，大会告报告，3年2班周杰伦，马上给我到训导处来。好，是不是这样子？这游戏不能跳欸，你不知道一款游戏不能跳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吗？尤其又是类似像这种游戏，你不能跳是多么一种多么严重的一种事情吗？跳，别光看它这么的轻松是跳跃，你不知道很多线上游戏，大部分80%的时间都是用空白键跳跃来打发时间的吗？魔兽世界大部分80%的时间都在跳，你居然不给我做跳跃的键，你这样要怎么让我消除我心里的压力呢？太过分了吧，这游戏，哎，开了。太棒了！干白痴啊！干这三小，给我一张布娃娃。我以为是出口欸，打开之后一面墙。全民枪战第一名不玩的，你说你嘛那么厉害啊？你有看到鹿在 FB 留言吗？我没有看到欸，我不知道讲什么欸。妈妈，对不起，我无法原谅我自己，真的对不起，我受不了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都去死吧！啊，那娃娃看起来好恐怖哦。门后拾取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兔子玩偶被残忍的撕坏，照片背面有2段斑驳的留言讯息。哦，要看它的背面是不是？我们先看一下娃娃，没有娃娃，不能看，它只是一个文件。
好不好？怎么看背面啊？哦，是这个啦。他说讯息是这两样啊。好，那我知道了。供电时间，电灯亮了。里面有纸条。哦，写小时，应该可以拿来跟这个组合吧？不行哎、欸，我们现在第二个纸条入手了，然后还能做什么东西？这该不会是弹钢琴的顺序吧？也太长了吧？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游戏不要做那么难吗？可以做模组了，好吼！啊，无可快乐解散，后天下午一点。白痴，你看又有神经病，不知道在打什么。乱留言的，又乱留言的，基本上我就先禁言了啊。啊，这种东西不知道在留什么东西的，看没有？那是字吧，可能是吧。这有攻略吗？当然有啊。我就觉得卡得很严重，再看吧。钢琴的数字啊，是吗？这是一吗？好，这是二，完全看不懂。感觉是这边。这你要把它记下来，真的有点难哎、欸。可以这样一串一串慢慢打吗？你看它这么多段落，一一哦，是往下啦，整片看下来啊，一一五五六六，一一五五六六五，一一五五六六五，四四三三二二一。哟、哦，原来你们那个不是乱打的、啊，是这样吗？二三，二三四五，他小星星的意思啦。我以前也会弹呢、欸。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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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了，这样可以出去了。我们大成功。站喽！夹断你！有了，有了，有了。接下来这是什么？投一个硬币在里面。那这样我就过啦、啊，是不是？下去啊 ！What the hell? HQ 没有 H。哇，这个密码是什么 ？NUR 好哦，有没有 N？ 你搞骗，最多到 F 而已啊，最多到 F 而已啊。我要想一下哦，这个打雷吗？如果成功了，他会直接一个，哎哎，哪里呀？哎，英文字哎，获取自由的关键在于分钟。好，在于时间，分钟在小时之前，这是什么意思？分钟在小时之前，分钟在小时之前，会不会是颠倒看啊？会不会是颠倒看啊？我觉得，分钟在小时之前。
哇，怎么过啊？好辛苦哦，用电话看直播，要讲话还要看直播，然后现在可以看记录档啊。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闹钟有关系啊，可是他说分钟在小时之前，我有看没有？他直接强制拉回来，4581 EDR， 转转看闹钟，不能转啊，他不能操控啊，他只能左右旋转而已啊。4518是数字，不是拿来当开锁用的门啊。有人说多少 ？EDR， 索性用看好了。他不想理我哎、欸。开门啊，大哥。数学分钟耳时间。把分钟跟小时月换，1045，不是啊，这样1045跟我要接下来的谜底有什么关联？哪里搞嘞？超恶心的，一堆苍蝇飞来飞去的，诞生。我是直接躺下来睡觉好了，什么解谜的麻烦死啊，对不对？我们就这样睡觉好了啦。好，刚好这边又有一杯酒，哦，喝一下，喝一下，该喝了，该喝了。你将会有一段不好的时光。DEI。没用过，试试看。DR。That sound. What the hell? It's coming from the TV. 莫名其妙呢。Holy shit. 原来是打。I know it wasn't me. 为什么是打？我看电视机啊。I'm so sorry to see you here. You must have been trapped by him. 我已经被困在这里了。I can only talk to you in this way, but I will help you leave. 哇，你要帮助我离开啊，妹子。Surely.Is that you? Shadi? Who trapped me here? Where am I? Shirley? No, I'm not Shirley. You must get out of here now. Otherwise, something horrible. 必须离开，不然会有可怕的事情。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Where's Shirley? I don't have much time. You need to protect yourself. The exit is on the second floor. Leave now, quickly.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就让我放 Hold on, 让我这么轻易的离开这里啊 ！What is going on? I have to find Shirley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get her out of this place. Shirley 是他的谁啊？他老婆吗？还是他女儿？啊，是我老婆还是我女儿？成功逃脱了。很抱歉，你已经被他抓来了，但我会帮助你逃出去。你要保护好自己。我的时间不多了，二楼有个出口。如果你无法逃出去，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电视里出现的人让人疑惑的女性身影，她指出出口在二楼，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信。你要相信她吗？英文字母的排序，英文字母的序读啊、哦，是啊、哦，打好吧。虽然我不是很懂为什么会解开啊。四是对D，一八哦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的天啊，我终于懂了，这恐怖游戏吗？对啊，好了，我们出去吧，应该是不会怎样吧。102， so I've been locked up in here。所以刚才我就一直被关在这里。What's that on the floor?A letter. Wait a minute. Isn't this the letter that was sent to me? Yeah.
It's the exact same letter Shirley sent to me asking for help. 求救信。Dear Matthew, help me. 快来救我哦！哦，原来我是他的哥哥哦。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ll last here in Last Harbor. 这样。Last Harbor. 最终港湾。I remember now. I took the wrong street while I was looking down at the map. 后来走错路了。Then I woke up in this weird room. This is a photo of us when we were kids in L.A. She and I are the only ones with a copy. Anyway, she must be in trouble now. Shirley, please be okay. 对啊，这为了救他老妹过来的啦。什么声音？哦！哇，居然可以出去了 ！What happened？ 这太强，这太屌了吧！然后你出去就让你出去这样子。老罗知道光头哥哥吗？你这个恐怖我不知道哎、欸。哎呦！哦，那个本游戏的那个，呜呼呼！未完待续，等一下没了。就这样子而已啊、哦。这封信的出现无疑是一份无形的恐吓，好，似乎是在告诉 Mountain。你的一切已经被我掌控了，所以说这还是测试版是不是？啊，没有，直接进入第二章喽，测试版的哦。哦，原来它是一个个章节，总共几个章节？现在是最终港湾三，是，我这游戏可以慢慢玩了。我说真的，应该是六个章节吧。骗子冠军。僵尸之人，哦，没错，六个章节。这游戏会有打架吗？应该是不会有啦。我还以为会有 I want to break in， 应该是没有吧。不过我觉得他的感觉给人家有点像夺魂锯吧，稍微啊。好，我们来继续玩第二章节好了。什么都没有。闭嘴，吵死人了 ！Shit out！ 不要打扰我的思绪 ，OK？ 哦，好像被谁袭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哎呦，什么声音？暖气已经坏了，十分冰冷。喵喵！哦，在上面摆动，有没有？打不开，这里地方没有地方可以出去了。难不成要用灭火器把那个给砸掉吗？会不会是？我看来也做这个选择了，还真的嘞。下去，呀、yeah ，我来了 ，baby。不要再画了，很吵。一家三口，上面写着：记住那一天，他们就是这里的主人吗？不知道耶。脏乱的餐车。一副似乎是出自儿童之手的画，非常的抽象。有一块地方似乎写着什么，不过被物质盖住了，不清楚是哪里啊？哪一块？这里吗？啊！献上你的鲜血啊！这表示是他讨厌他老爸，他喜欢他妈妈啊！应该是这样吧，随便讲的。现在最可怕的是读取白色小圈圈，怎样延迟了是吧？目前陷入正常现象，抱歉，我觉得看不到我自己耶，怎么？写着 I 的一个硬币，后面还有像类似路西法的一个图腾，铁锹上面还沾满了血，感觉好像敲过人这样，吓死人啊！还有什么能捡？转！湿了！喷那边有什么用啊？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接水管之类的、欸，
我觉得应该可能要接个水管，然后把它接到某个地方浇水吧，是不是要浇水？来，我帮你浇一下。我怕邪教，别怕别怕，会遇到杀人魔吗？我不知道哎、欸。36175是什么？感觉就一间一间的人，一间一间的房客被关在里面，有没有？感觉被搞得像监狱一样。到底是谁干的好事？二房东张淑金吗？不能按了、啊。啊 ？Someone once said， 有人说过，情感是人类的先祖所赐予的礼物。But ruthlessness， 残忍则是人类送给自己的礼物。Who are you？ Are you？ Oh， please pardon my rudeness。为什么不是那个娃娃过来呢？不是他。All of this is under my control。You may call me the guide。I guide the puny, the weak, and the wretched like yourself。我就是这里世界的王啊！他就是大概是这样跟你讲、啊。哇，这风言风语的嘛。You're crazy. What have you done to me? Where is Shirley? 我要你陪我玩游戏。大概是这个样子。I have some great entertainment in store for you. You will be amazed. I promise you. Hey, who the hell are you? Why do you know my name?Where is Shirley? Shirley. 哦，好邪恶的笑声啊 ！She really is quite charming, isn't she? Hey, asshole! What did you do to her? Hey, asshole! Ah! Damn it! Here it comes again. My head. H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to me. I can't remember anything before waking up in that room. And this constant headache.Trapped in his house. That lunatic might be torturing her too. I have to find her before that lunatic kills me. BGM 断的时间好仓促。噔噔噔噔噔噔，然后装作没事，有没有？嗯，这里是哪里？这样子，你的 BGM 怎么突然断的这么仓促啊？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段落点之类的？那前面好像讲的好像在推理，我一定要救出我的莎莉，然后突然那 BGM 一段、哦、我一定要救出我的莎莉，然后就变成 NPC 开始走路这样子，太怪了吧？啊，没关系，我可以慢慢来。哦，哟，这声音好恶心啊、哦！他在干嘛、啊？可以出去吗？不行，这里也不能出去。他要用尾鱼来统治全世界，好邪恶哦！似乎一个作用都没有。我刚刚手边有什么啊 ？L 硬币，这跟那个 I 是一样的东西啊。这两颗硬币的作用更是什么啊？奇怪了，在跟我讲点话啊！啪，还好啊，可以啦，没什么好怕的，好不好？有我在，怕什么东西？有我在玩呢，你们就看就好啦，别怕，别怕。可以啦，不过你可以像我朋友一样啊，看恐怖游戏有没有？他都把那个画面缩到剩一点点这样子。我跟他说，你这样子看什么东西？看心酸的、啊。人性充满黑暗与自私，强者才能生存。所以就是有点类似像夺文具嘛。这个一定是这个人啊，陌生男性身影啊、哦，这个人。啊，那一定就是这个他妈这个电夺魂剧看太多啊，夺魂剧看太多了，夺魂剧成瘾症啊，
人家把人抓下来就是要演夺魂剧，要自己演自己导自己的夺魂剧剧情这样子，啊，自己的夺魂剧自己剁，啊，类似这种剧情这样子。啊，这个我们都没用哈，我们看一下这能干嘛，把它敲开，敲开你哦，不行，这个可以敲开吗？不行。那个灯很吵啊，算了、啊，就没办法让它继续吵啊！打破，这明明就看见有裂痕，可以把它敲破啊，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喵喵，哎、欸，原来是这样搞哦。密码0478 2439，哎，8483468346。84397788，7878，啊，算了，新的谜题。提示是纸箱哦，嗯，纸箱，这么远的纸箱。哎、欸，那个人，我看他在那里、欸，在101的房间那里、欸，哎，该不会你说纸箱这个纸箱吧？可以碰吗？哎、欸欸，可以碰哦、喔，一块抹布，哇，谁会知道这个东西啊？那我们拿抹布擦一下嘛，把它擦干净，沾点水，沾好沾满。对哦，一块湿的抹布啊，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擦一下了，可以吗？我来试试看哦。哦，可以耶。0704，行。0704，0704。Yeah， 这谁？哇，我们只有两枚而已，可以直接拿来用嘛？这样子，之后什么都不能点啦、啊。小型一座小型的奖杯看起来放很久了，底座上好像有什么字。哦，补一下。F014电台，哦，104歌唱比赛第一名。哦，这还有卡带耶。哦，这是磁卡啦，就是那个 B 门的。欸、拿到什么？没东西啊。这可以拿，不行。我们把这个E序放上去好了。这个好像是某个英文名，那个某个英文的英文名这样子啊。我们还差一个，到时候再拼。好，搞不好叫 Lisa。1080。硬币的字母该不会又是顺序吧？不是，哎呦，谁写的、啊？哎呦，突然有字幕了。抛硬币感应门，卡带能开门，好恐怖哦！这个吧，哔哔。我开这里是对的吗？还是我开这里啊？我可以改开这里吗？哎、欸，不行哎、欸！哦，死定了！哦哦哦！光头大哥在那里啊？他不来追我？不会吧？不会追我吧？哦，哦，门关了，很好，四项算你四项啊！要不要不是你提早关门，我都要冲出去揍你了，是吧？嗯，真的是欠揍哎、欸、哈，超级欠揍哦！
对不对？就不要阻止我嘛，干嘛阻止我？把门关起来，都是你们害的啦，气死啊！你们可以开门吗？不行，我打爆那王八蛋，把我关在这里，还把我妹妹绑架起来。要不是门提早关了，不然就死定了。我跟你讲。这又是什么提示之类的吗？罪恶之花永远绽放。为什么其中有几个字母颜色不一样 ？F O R 跟 F L O。A B C D E F 六。哦，六六。A B C D E F G H I J K L。L 多少？十二、十三、六一三、六一三，然后六一三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N O P Q R， 超过啦、啊，这应该也不对吧？三位数的数字。好难算哦，大小，大小，干嘛？干什么东西？你没看过大帅哥吗？哦，是原来这可以捡啊！有人说五二零啊，五二零，三四五，哎，真的假的？它是打开的、欸，为什么 ？A B C D。啊，就跟这完全没有关联性啊！为什么是三四五二零三四五啊？我们先去别地方看一下好了，调查，看，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咬了！哎呦喂呀，哎呦喂呀，哎呦喂呀！干什么东西？开个门，不要那么激动啊！好，可以，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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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式收音机十分的沉重，可以放卡带了是不是？知道放在干嘛？找个地方放，这里。然后呢，放这是能做什么？104电台，胶带捆一捆。我知道了，我要去开电台的声音。要求我，要求我，要求，要求我，播放咯，这样有用吗？放个音乐，没有，没有屁用啊！没有作用。哎呦！拿到了，拿到了这个一段接口的电线，这是要一个电路把它通到那个地方去就对了。哇，这个线看起来好乱啊！所以说这是拿来接线的，哎、欸，接嘞、欸，也太莫名了吧！所以说把它绑住，哦，就可以播了是吧？哦，会了会了，我们先从下面接，这个是从这边过来，绕这边，从这里，对吧？到底怎么用啊？看没有、欸？哎，咦？下去这边接过来，然后再过上来在这边。下面有吗？他没有声音啊！
是这样吧？正负两极，数字应该对应字母的位置。嗨，小白弯弯你好。好吧，反正密码都出来了，我就直接把箱子打开了。啊，虽然至今我还是不理解这个密码为什么是520345。打开吧，打开再说。好，打开了。里面有一张磁卡。就是磁卡是虚区另外一边的，那这个暂时没办法解吧？暂时应该是无解的东西了，他没有给任何提示之类的。会说出密码、喔，可是他是唱歌啊，他唱歌我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鬼东西，怎么会说出密码来的？难道他讲中文吗？这可能就是考验到语文能力了，所以说我会解不出来是正常的，因为我本来就不会英文啊。哦，太大声了吧？你居然做小声一点好不好 ？Hello， 我是新来的，要给我雨伞是怎样啊？这游戏三不五十就跟雨伞脱不了任何关系呢，好。必须拿到钥匙才可以进去这鬼地方。好，这游戏就是这样子用的啊。欸、这游戏的雨伞呢，全部都是拿来勾东西的。你会以为它是拿来撑伞的吗？你错了，勾东西用的。勾得好啊。透明网格子还做了标记。哦，直接放上去啊？那这什么意思？这是 N 吗 ？W？ 圈起来的含义是什么？本来还需要稍微拼拼凑凑哦。这什么东西？10403。很难看出来是什么东西。手指标这个地方，我天啊！哎，九瓶，我拿到什么？老旧的本子上写满了顾客的评价，前半部分洋溢着赞美之词，后半部全是顾客不满的留言。本子上面还有一个让人困惑的又的红色大叉。占据了满满的这个四行，明显是新加上去的这里啊。啊，这就是影片下方留言有没有？老头，你的影片好短啊！老头，可不可以去抓炎龙？拜托，老头玩荒野行痛好不好？啊，这个后半部分的留言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啊，是吧？会有520345是你切到 F014中给的提示，可是我们还没有把电台打开呢。啦啦啦啦啦，105。啦啦啦啦，滴滴。哦，算卡住了。所以说他这个样子的话，我到底要按哪一个啊？按叫深红的那个点是不是？是这样吗？有这么简单？看不懂啊！我按错吗？等一下，那格数好像也不一样啊，那格数是一样的啊。打开了，哇，666，
撒旦是吧？所以说还有哦，不止一个是不是？六六六六六六六，可以解锁，是某个电路装置的一部分。好，至少我打开了是吧？电路装置，那我们可以供电了。有没有东西可以捡啊？看来是没有了。老头，你晚上还睡不着啊？不会、欸，我觉得这游戏目前还好。0478。欸、没有零哦，可太可恶了。啊，7788比较久，好吧。我还没拿到最终港湾，门上全部都是血。开门哦，爸爸生气了。就说他这个电路装置是拿来插在这上面的吧？我猜啦。是不是有插在上面吗？没有，依旧完全没任何反应。电路装置装哪里的啊？应该也不用回去吧？拿到小蓝本了。Shelly， 这是我妹妹的名字啊。顾客留言，还有什么 Amy 啊，什么之类的奇怪的东西。少拿一样啊，不能装上去啊。卡住了，卡住了。门边吗？我的旋钮没对正确，不是啊，重点是我不懂那个旋钮到底怎么运作啊。线对线吗？你看你怎么转都是这样啊！没对正确，当然是用不出来啊！103。开始想法就对了吗？所以说我的想法是没有错吧？是不是？然后我只是一个反转哦。亮灯的地方是正极。哦，这是正极的意思啊，正负嘛。哦哦哦，原来，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沿着线走嘛？那这个是正极的意思嘛？就是一个导流让它导过来，是不是？下来倒过来，那、啊、真的通了呢。所以说那时候我们要必须要转到那个密码，电台的密码。虽然我们已经打开了我们那个箱子了啊，因为有人直接把密码打在聊天室上面了。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靠电台才能知道这个箱子里面的密码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要把它切成 F104 电台 F。104 Fiv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啊，这样子说得过去了，那到底跟这有什么关系？跟这个好像没有关系，是我多虑了，完全多虑了、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如此，哎呀，原来如此啊！好了，那我们现在手边剩下一个电路的这个铡刀了啊，不知道拿来干嘛的，乱插看看，看可不可以让它通电之类的，是不是？那就过了。哎、欸，3402，哈哈。停业通知，本旅店即日起停止营业，永不再开放，请立刻搬走。我们将行李锁到置物柜里面，啊，否则你的行李将会被锁到置物柜里面。然后储物柜密码0312，快上东西，带上东西，快逃离这里。好，逃出这个鬼地方，0312，是不是？没有零啊，大哥，骗人啊！3402，好，把它拿下来了。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不够啊！哎，这样子谁看得出来啊？对，超级的哈欠。玩这种我想要想睡觉哎、欸，可见我有多么的不怕鬼，是吧？所以说这个还要得解吗？会不会是这个0312之类的、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拿，什么像3434，这个游戏没有，这个没有事啊。哎，有事哎、欸。六，超六的。3402跟031。哎，下去。Open。什么？哦，动了。冬雨啊，有电力了啊。有电力了啊，上面都没钥匙，有电了啦！像我这样有电了可以干嘛？说真的，有电可以干嘛？供电了，供电了，我还是不知道密码、啊、有用吗？要收集整张碎片。柜的密码，我们先看下排的0312好了，好不好？先把它全部关掉。0312，没反应。为什么上面变0123？哎，不对。三，嗯，全都错了、啊，变成22了，刚好要两边都是0312吗？哦，我大概懂那个意思了，它刚好就是上下左边两排，左边下面那两排的字幕刚好都要0312哦。一定是这里开始吗？因为刚好是3嘛。哦、然后031嘛，这边可以按一下。哦，031，刚好这边
一、二 ，Yes， 吸不吸？治不治？桌上有纸是吧？等一下哦。金字塔的形状，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面。哦，好像披萨，感觉好好吃的样子啊、哦，感觉就像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啊？那个多合一功能的那个读取读卡机，只是做的比较潮而已，有没有？很潮的读卡机哦。哦，原来在桌上啊，难怪找不到。下去了。哦，又有新密码了是吧？04342123。等一下，他这个应该是我们出去的密码吧？跟这有关系吗？我们输入一下好了，好不好？加减加减，3402。我先把它全部按掉。3402。好，这是下面的，会不会有关联啊？哎，不对哦，让我看一下，应该是右边的哦。1233。怎么光明啊？光明会。它是上面一排的数字跟右边一排数字，如果把它转过来嘞，也不对啊，转过来数字就变更奇怪啦。左上换左下，两边互换吧，是不是？对啊，有一个转过来这样子啊，所以说3402是在右边啊。对啊，这样感觉好像快要解出来了，再来33嘛。对啦，这样子啦。啊，怎么没有东西？3402123，我家没有错啊。哎，还是说我搞错了？还是说根本就不是什么转下来的问题啊？我说弄错了。根本就自己多虑了，好吧？根本就没有什么转来转去的东西，全部都自己被多想的。完全都自己在多想的。啊，这叫做想太多。好了，应该不会再有了吧？东西都有了啊。呀、yeah!。最后一个出现了，我觉得我们这是讲太多了。有时候这种解谜本来就很简单的东西，啊，他们想呢想破头，根本就很简单，就硬要在那边想。低啦，可能吧，随便拼一拼，1/4的几率也可以过啊。天哪，下几点？9点多，随便拼啊。啊，随便过了。他在干嘛？看，给我看背面，有什么提示吗？把这个放上去。哦，他直接给你看这个文字，然后翻译成中文。据港湾镇警局的通告，前几天发现死于家中的妇女。怀疑是家庭暴力导致，哦，但因缺乏证据，其丈夫 David 啊
被判无罪释放。好了，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并没有什么作用。好，跟我们的读卡机没有什么屁用那种感觉，读卡机也不用反应，就依旧是个读卡机。啊！爸爸爸爸爸爸爸 ！Fuck you！ 嘿、hey, ，你好，断只脚的。哎呦，要求啊！嗨，1723，好哦，谢谢，谢谢你，我知道了，我要离开这里了，再见。1723，1723，啊，好好好，妈的吓死人了！哈哈，哎，我那时候才讲说这游戏不会有 jump scary， 我觉得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按错了，我错了 ，I'm sorry 啊，我们成功逃脱了，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读卡机是拿来干嘛，是不是？强不强？啊？电影里的人对于 Shady 不置可否的回答。和自说自话的狂妄态度，都让马特，应该在念马特了吧，感到出离愤怒。啊，下一个关卡了。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好不好？让你们吓到了，也算赚到了吧？恐怖游戏就是要吓到啊！啊，这有没有存档还是什么之类的、啊？看可不可以来个保存之类的。它会自动存档吧？这游戏，有哎、欸，可以选择关卡。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好不好？就是差不多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集就是它，反正总共六个关卡嘛，我们一次直播就过两个关卡，两个关卡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这样比较快。下一集也是过两个关卡，就总共是出三集，好不好？我们就是出个三集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手中那个读卡机好像根本没有屁用，又或者我根本没有给他解谜，然后就过了这样子。